进场宛如大明星，大家看到他全都蜂拥而上抢拍照。韩国瑜受邀参加高雄市总工会的感恩参会，外传就是理事长邀请他的，但选情敏感，理事长低调不愿意证实，反倒是副理事长表态挺韩。韩市长候选人啊，他在北农的这一段期间，对劳工的照顾非常的多。目前的这样的一个氛围，都是从下往上，这以往在选举当中所没有的。对韩国瑜赞誉有加，但其实今年八月，高雄市总工会和高雄市职业总工会在办座谈会的时候，陈其迈以及绿营的议员都有参加，也获得热烈支持。但奇怪的是，距离选举只剩下三个礼拜，陈其迈周六也要办大高雄劳工后援会的成立晚会，邀请名单上面却不见高雄市总工会理事长的名字，就连现在工会办感恩参会也只邀了韩国瑜，不免让人觉得这个拥有300多个团体会员的工会是挣钱倒戈吗？以后市政府，我今天做市长，一定会强力出钱，我用金钱，我绝对先大干一场。韩国瑜台上挂保证拼经济，台下反应热烈。如果大型工会真的挺韩，想必将对韩国瑜的选情注入强心针。记者王嘉欣、潘颖文高雄报道。